我今天来教大家选一个比较适合写旋律的一个二胡的寓志，我们选择这一个，选择这一个寓志，这个就比较适合新手去使用，因为 你用它来写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调它。我们选择这一个，诶，这一个 ，OK。重新选一个，我们只需要加这几个效果器 EQ， 还有这个增强一下它的音量，我们选择模式 C。这是一个混响的效果器，这三个效果器都是自带的 FL Studio 里面自带的三个效果器，你可以非常简单的来写一下旋律，Nice.